奚梦瑶当妈后经常晒娃，这次罕见晒出孩子的正脸。不过奚梦瑶还是贴心的给孩子安上了墨镜遮挡。尽管如此，粉丝还是能看出女儿和何猷君长得很像，尤其是眉毛几乎是复制粘贴，豪门基因就是强。谁不服气？第一个问题，奚梦瑶晒娃有多幸福？如今很多女性提起带孩子都是一脸倦怠，感觉很疲惫，很少能享受这个过程。不过奚梦瑶就不一样，她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平时经常晒娃，感觉她很快乐。其实豪门阔太带娃很轻松，关键是有钱，有了钱就可以雇佣保姆替你做很多事，有了钱就不用焦虑事业，可以安心在家里带娃，有工作就去干，没有的话就享受人生。第二个问题，何猷君的基因有多强大？这次奚梦瑶晒出女儿的照片，还罕见秀出正脸，当然这个正脸还是贴上了墨镜的图案遮挡，这是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，毕竟是豪门，还是要注意安全。不过网友依旧能看出奚梦瑶的女儿继承了何猷君的强大基因，脸型非常相似，而眉毛更是一模一样。其实看赌王一家的照片，赌王的基因十分强大，几乎每个孩子都很像他，如今到了第三代更是隔辈遗传，这样也挺好，赌王颜值帅气，能继承这样的基因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。不知道奚梦瑶会不会继续努力为何猷君多多生娃呢？当初四太可是放出豪言，希望奚梦瑶可以生一支足球队，